现在呢，我们就正式的进入高频脉冲交易的训练方法这节课。在学习高频交易的训练方法这节课的时候呢，我们先要明确啊，有这么三块内容，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课程呢会涉及这么三块内容。一个是第一点呢，你要先清楚我们训练前啊，我们作为自己自身啊，投资者自己呢应该所具备的一些条件。那在训练期间呢，我呢作为大家的一个训练教练啊，也就是说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您和我交流的时候呢，你应该清楚我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啊起到的作用是做一些什么啊，是如何来辅助你来完成更好的完成训练的。我们的训练科目呢一共是有七项啊，这个后边呢我会给大家详细的讲到，每一项的训练科目呢都是有针对性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训前呢需要具备的一些啊这个条件。我们具备的条件呢分为四块，硬件、软件啊和我们所具备的这个专业知识啊，还有呢我们在训练前你的心理准备啊，这四块呢是作为我们能达到有效训练的呢四个必要条件。那硬件有哪些呢？这个如果你是在家呢进行这个我们的脉冲交易训练的话呢，首先呢你家里面呢要保证啊有这么一根十兆以上的啊这个联通或者是电信的光纤啊，这个我想呢基本上我们应该都差不多啊，现在都十兆以上的这个光纤呢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为什么要保证是联通和电信的光纤呢？像其他的一些商业类的光纤呢，它所用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主机房啊，用的这个主机设备呢，其实最终呢还是要通过联通或者是电信啊。相应的来说的话呢，在这个转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转接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用的其他的商业光纤呢，理论上啊它是会有一些延时的啊。从稳定性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建议大家用联通或电信十兆以上光纤啊。如果你说我的这儿条件更好一些，有二十兆、三十、百兆的，或者是更好的，有没有必要拉一根专线呢？这个说实话啊，这个后边的呢肯定固然速度会更快，但是呢这里面也会涉及一个问题啊，就像刘翔的跑鞋啊，我们穿上实际上呢起不到太大的意义啊，刘翔的跑鞋我们穿上实际上是起不到太大的意义的，那我们还要考虑自己的啊这个交易成本啊。那有了十兆的光纤以后呢，您那会儿呢最少要具备这么一台啊这个台式机电脑，这个当然了，条件允许呢可以考虑一到两台啊，就是说呢一台是看行情的啊，一台是看行情的，另外一台呢是专门用于什么呢？用于交易的啊，专门用于交易的。如果说条件不允许只有一台电脑啊，那也没有关系，那最好呢是台式机电脑，这样子的话呢可以在上面呢通过边看行情边交易啊。如果是两台电脑的话呢，你通过看行情另外一台电脑上边最好是裸机，什么也不要装，也就是说除了交易软件以外啊，除了交易软件以外其他的软件呢都不要装，这样的话呢尽可能的提升我们硬件设施的什么样运行速度，也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电脑呢下单速度更快一点啊。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在硬件上面呢你所需要准备的啊。在家里面呢我们还要考虑一点呢，就是说万一家里面停电或者是断网的情况啊，过去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呢用这个我们的笔记本呢再买一个这个 3G 的无线网卡啊，来做这种我们叫即备
交易系统啊，因为我们知道笔记本呢，这个有上面有电池啊，即使停电以后呢，一两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啊。3G 的无线网卡呢，这个不会受你我们说这个你停电啊、断网的等等一些情况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紧急情况下，你的出现了这种突然断电断网了，那我们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应急设备就可以用上了。现在呢，成本更低了，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呢，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的手机呢，我们的智能手机上面呢，都有这个文华随身行啊，你可以下载一个免费的文华随身行。这个文华随身行呢，其实我们大多数人的手机呢，3G 上网啊，通过这个文华随身行呢，就可以进行应急下单啊，应急下单。这样的话呢，会在我们急需的时候呢，起到一个防护作用。好了，从软件的角度呢，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准备呢？我们在软件上面呢，首先要熟悉易胜啊这个交易软件，或者是以 CTP 为后台的快期啊。那这两款软件呢，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交易速度快；二，它的下单速度啊要比我们平时的用的啊投资者用的这个交易软件呢要快一些。那快在哪里呢？我们来详细的啊学习一下啊，来了解一下这个软件。好了，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界面来学习一下。我们现在呢来熟悉一下这个易胜软件啊这个快捷键的设置流程。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你呢在你的电脑上呢可以安装一个易胜的模拟软件啊，来熟悉这款软件。如果你过去没有用过的话，要用啊先安装一个模拟软件。第二块内容我们说一下易胜软件的这个设置啊，这个设置里头呢，我们重点呢要使用的功能呢就是易胜软件的快捷键设置啊。为什么要用这款软件呢？包括CDP 后台的重期，那这个快期呢用这些软件呢，其实做我们的这种高频脉冲交易啊，我们要求进场的速度和我们出场的速度，包括止损的速度啊，都是非常的严格的啊。我们追求这个网速啊，我们追求网速的同时呢，其实更应该提高我们自己的报单速度啊。那这个报单速度的提升呢，和我们的下单方式呢是有非常重要的联系的。这个我见过呢很多的这个投资者呢，过去呢他们习惯了我们用这种鼠标下单啊，也就是说还有一些这种现在也很多软件上面呢推出了一些快捷一键下单啊，但基本上也都是用什么呢？鼠标下单的。那我们今天所说的易胜的这个快捷键设置呢，是纯键盘下单啊，也就是说呢，你所有的报单呢，买和卖出啊，你的开和平全部都是用什么呢？啊，用我们的键盘来操作的。那从理论上，我们用快捷键的键盘下单的时候呢，比我们用鼠标呢要快啊，那么几十毫秒啊，要反应要快那么几十毫秒。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易胜这个软件怎么去使用它。首先呢，你在百度上面呢可以搜一下易胜啊，然后呢进入到易胜的官网，那个找到啊模拟交易 8.0 客户端软件下载啊，安装到你的电脑上就可以了。那安装完这个软件之后呢，你同样还是在易胜的官网啊注册呢模拟的交易账号。大家要知道，这个模拟的交易账号呢，主要是用来熟悉什么呢？你的软件的这个快捷键的使用啊，包括你在进行这个我们的方向性后面的这个前一段时间的一些训练的时候呢，都要用到这个模拟账号啊。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官网上面啊，易胜的官网呢，自己注册一个自己的啊模拟账号，一般是输入这个 QQ 号就可以了啊。安装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桌面呢，出现这么一个图标啊，这就说明呢 ，OK， 你已经装好了啊。这时候你可以进入软件
输入你注册好的账户号和密码。记住这个网络配置这个地方呢，你要选择地址呢是网络适合你的什么呢，适合你的宽带的。这个为什么要选择网络适合你的宽带的呢，比如说你现在用的是联通的网通的，那你就选什么呢，网通的主机。如果你现在所用的宽带是电信的，那你就用什么呀，选择电信的服务主机。那这样子的话呢，是减少我们报单时的什么呢，速度延时啊，因为你用的是联通的宽带啊，你现在选择电信主机，那这样子的话呢，两个运营商之间呢会有一个数据切换，会影响到什么呀，你的下单速度啊。这一点呢尤其是在我们实盘交易的时候呢尤为重要啊，尤为重要，一定要在下边的行情服务器选择上面呢啊要选对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了这个一些快捷方式的设置啊。在系统设置里面呢，你首先呢要找到什么呢，前端显示啊，在这个地方呢要画勾啊，前端显示这个地方呢要画勾。因为呢我们有些时候呢会在一台电脑上进行交易的时候呢啊，你的一个显示器上呢又要显示行情，又要显示你的交易窗口。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鼠标离开了这个你点击行情了，你的这个报单窗口呢可能就缩到你的电脑最下方去了啊。如果你点击前端显示的话呢，它始终都是在最上边啊，始终都在最上边。你能看到什么呀，这个较快的行情报价，而且本身易胜的啊这个盘口变化啊，它的报价呢比起我们传统用的啊这个一般的行情资讯系统呀，要略微的快那么几十毫秒啊，略微的快那么几十毫秒。好，我们接下来呢在还是在系统设置里面呢要设置什么呢，品种默认量啊，品种默认量，点开这个菜单呢进入到啊品种的默认量。比如说你现在要做橡胶，那你就把橡胶的代码呢输进来，然后呢我们所有的交易快捷键的设置里头呢啊，这个里头呢要提前预设手术。也就是说你呢比如说你做的时候，你做训练的时候，我们要求大家都是从一手开始啊，你的开仓和平仓全部都是一手啊，开仓和平仓呢全部都是一手啊。以后呢你比如说我要加大手术，你可以提前设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开仓平仓的时候都是默认的手术。设置好以后啊，设置好啊，对了，这个在下单品种默认量里面呢再提醒大家一下，那提醒大家一下，这个上海大连的品种呢都是年份是两位数，而郑州的品种呢是什么呀，是一位数啊。比如说现在你郑州的这个菜粕1501合约，而郑州的品种呢是 RM501 啊，而不是1501。而上海的呢比如说这个橡胶 RU 是1501啊，也就是说在这个品种呢合约代码让你输的时候呢要注意啊，这个地方年份郑州的是一位数啊，那个上海大连的呢是两位数啊，这个是个常识啊，是个常识。设好以后呢，你在你的交易窗口界面呢点击这个快速啊，点个勾，你就可以进行快速下单了啊，就可以进行快速下单了。当然了我们后面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设置啊，下单快捷键的设置，在下单参数这个地方呢你打开这个窗口啊，账号进去以后呢你会看到下面一个环节，我们这个都要提前预设啊，提前预设。这个如果你使用的电脑呢是大键盘啊，我指的是台式机的那种大键盘啊，那你呢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这样子设的啊，这个大键盘上面大键盘上面呢是这样子的啊，
我们把左手习惯性的左手放到习惯性的左手呢放到这个位置呢，你会看到呢我们这儿呢有个买进价有一个卖出卖价卖出买价买进一和二，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呢，这个栏目里面呢告给大家，这个地方呢左边是买右边是卖左边的买右边的卖，所有这个环节里头这一栏里头下面的这些呢全部是排队排队委托排队委托。你比如说买价买进的话呢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现在天然橡胶这个13080的最新买入价格13080，如果这个时候你按快捷键一的话 OK 那这个时候呢你将排到13080现有的单子的后边去现有的单子后边去。那这个委托这个卖价卖出呢也是这样子的道理如果是13085卖出，那你摁了这个二快捷键二之后呢，那你的单子将排到13085目前的挂单的后边去那我们看到这个超价点位这个地方呢，你设成零设成零就 OK 了。那这个第二个栏目里面呢，买价买进，同样是买价买进，我们把它设到我们键盘一的这个下面的一个字母上边都是在你的左手你下面字母呢这个 Q 这个 Q。 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这会儿是超点点数呢是一个负一，那你如果这个时候摁 Q 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的天然橡胶是13080的最新买入委托的价格，你摁 Q 这个字母的话呢将排到13080往下的一个价位，也就是说13075这个价位上面呢去排队去等待。那相同呢 W 也是这样子的，如果卖价呢是13085，你将排到什么呢13090这个价位上去排队等待。也就是说呢，比现在市场上最新的买价和卖价你要排队的时候呢是排到他们的靠后的一个价位靠后的一个价位。那这儿再往下第三档呢，这个负二呢就是靠后的两个价位这个第四档呢是靠后的三个价位。那这个地方呢一般情况下一般情况下第一档这个你一定是零一定是零，这是个排队价。这个你这儿呢可以设到负一，有一些呢你如果做的品种跳动比较快的品种，比如说股指，比如说橡胶比如说还有像 PTA 等等品种的跳动比较快的品种呢你可以怎样呢，在这个地方不一定设成负二，你可以直接设成负三，这儿呢设成什么呢负五也就是说呢你可以在超更远的一些价位呢快捷的提前挂上单快捷的提前挂上单，只要轻轻的摁一个什么呢你的一个相应的字母就 OK 了就 OK 了。那记住摁一下就可以了，多摁那你将会可能会出现什么呀重复下单会出现重复下单。好，我们来看上边呢这个位置呢卖价买进这个地方呢我们是设成什么呢你的这种大键盘呢在你右边，你台式机不是大键盘吗，在你的右边呢右手这个位置不是有一个小键盘吗，这个地方的四和五你把它设成什么呢设成这个卖价买进就是四这个同样左边是买进右边是卖出，你会发现卖价买进是不是如果说现在的韩式天然橡胶报价13080对应的13085，如果是卖价买进的话我们就意味着怎样呢，迅速的对着13085买进了迅速的对着13085买进了，也就是说我们是对价进场的。往往在行情进行临界点突破的时候，我们的进场全部都是用对价就是这个四和五是对价进出四和五对价进出。
行情波动快的时候一定要用对价进出啊。如果说行情波动相对较缓啊，你可以尝试性的用什么呢？一和二挂价啊，一和二挂价。至于说后面的这个超价位挂单呢，一般啊在快速交易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使用，基本上你使用一二和四五就 OK 了啊。你这个时候呢可以啊尝试性的把你的手放到键盘上，左手在你的大键盘的靠近左上角的位置，一和二这两个地方，用两个指头，一般是用你的中指和食指啊放到一和二上面。那你的右手呢放到你的小键盘四和五这个位置，用你的食指和中指放到四和五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你眼看的行情盘口，然后能做到准确的去对价进或者是排队进啊，或者是对价出排队出啊，进行这种反复的通过模拟软件的熟练，基本上你在一两天的时间啊，对于易胜这个快捷键的使用呢就可以非常的熟练了啊，就可以非常的熟练了。好，我们再看下方的这个地方呢，快速平仓。快速平仓这个地方呢，你可以设为全部或者是分笔啊，可以设为全部或者是分笔。大家可以用模拟软件去尝试一下什么是全部什么是分笔啊，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啊。账号呢有一个快速撤单啊，我们有些时候呢比如说单子打进去了啊，如果说没有成交，但是我这笔单子又不想再要了，那怎么办呢？快速撤单这个地方呢一般设置的是怎样呢啊，你全部把它变成这个减号啊，全部把它变成这个减号啊，减号这个地方呢啊，你发现这个地方我不要了啊，你直接摁减号就全部撤单了啊，就全部撤单了。好，我们再来看，如果说你是笔记本的小键盘啊，你笔记本上的这个键盘的话呢，这个地方有略微的一个改动，就是账号啊，因为你没有那个右手的小键盘，你可以把它设为什么呢？我们右边的一个啊，左括号和右括号这个地方啊，如果你是用笔记本的话啊，可以设成这个样子啊，其他的地方呢不变啊，其他的地方不变啊。好，当大家安装完以后呢，你就可以啊，在我们的模拟软件上面呢进行什么呢？指法上的练习了啊。好，我们对于易胜软件呢，先熟悉到这里。对于这个快期软件的设置呢，在这儿呢，我就不一一详细的给大家去介绍了啊。也可以呢，我们这儿呢也有一那个快期软件的这个 PPT 啊，到时候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这个问我索要啊。当然了，这个易胜和快期的使用方法呢，你也可以咨询相应的啊，你所在的期货公司，他们呢，工作人员呢，应该也会给你清晰的给你去讲解这方面的内容啊。好，我们对于软件的设置呢，就到这里。当我们了解完软件之后啊，我们清楚我们在使用我们的这种有效的软件之后啊，可以大幅的提升我们的交易和委托的速度啊。那我们还应该具备一些在专业知识上面有一些什么应该具备的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也就是说呢，首先您呢在进行这个期货的这个交易训练的时候呢，应该有一定的期货交易经验啊。也就是说呢，最起码呢，这个真正的做过实盘啊，下过单子，也就是有一定的期货交易经验。这个不一定要求太长啊，有这么一个月左右啊，一两个月其实已经足够了啊，已经足够了。也就是说，你最起码清楚我们的一些交易品种的一些啊规则啊，你这个交易的时候呢，这个一些交易的一些概念啊，这些我们最起码清楚了。那第二点呢？您呢在学习这节课的时候呢，首先应该学习过啊我们前面的课程高频交易之脉冲的这个课程啊，因为高频交易脉冲的这个脉冲交易的这个课程呢，它里面有着
这个对于这个交易策略的一个什么呀，交易原理的详细的介绍，并且呢有对于整个能量聚集和能量释放的一些形态特征呢进行了一些详细的讲解啊。我们通过对于前面课程的学习呢和练习，您应该已经能把握什么呢，也就是说能量在聚集向能量释放这个转化时的临界点的这种捕捉和把握啊。也就是说呢，这节课程呢是我们在学习目前的课程的一个什么呀，前提条件啊，一个前提条件，一个理论基础。这个还有一点呢，也就是说您在学习了这个前面的高频交易之脉冲的这个课程之后呢，其实我们建议呢最好是间隔一个月之后再对我们的这个交易训练呢进行学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面呢你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对我们的理论课程的一个什么样消化和吸收的过程，还有一个呢你要通过盘面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什么呢，一一验证啊，一一验证。那在我们这个一个月之后呢，你再进入到这种专业化的系统化的交易训练的时候呢，你相应的来说呢有一些知识呢和一些操作呢将会更加的得心应手啊。好了，在第三块内容呢，也就是说我们对作为这个学习课程的同学们来说的话呢，首先我们应该清楚一些最基础的专业知识，比如说 K 线的概念啊，比如说成交量的概念，比如说持仓的概念，比如说投机度的概念啊。那这个呢我在这儿呢简单的把一些这些概念呢复述一下，你看看和您这个过去所接触的是不是啊，我们在认识上是相同的啊。那 K 线呢，我们说 K 线呢它的形成呢主要是由什么呀，阳线和阴线这两种啊形态。那通过阳线和阴线啊不断的积累延续之后呢，形成更多的是什么呢， K 线组合啊。也就是说 K 线是记录我们商品成交价格的什么呀一个图表。那单根的 K 线呢其实主要是由什么呢，开盘收盘最高最低，还有什么呢，一个时间啊，它反映这五块信息内容。通过这五块的信息内容呢，我们来判断在某一个时间段之内多空双方能量力量对比的一个情况啊，来决定下一个时间段可能会出现什么呀方向性的问题啊，可能会出现方向性的问题。也就是说能量在这个一个时间段之内多空双方能量博弈之后呢，对下一个时间段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影响情况啊，我们以此做出预测。那 K 线的形态呢， K 线组合成 K 线组合形成的形态呢，其实也就意味着它会影响后边呢更长的时间段。所以说呢在 K 线这部分内容里面呢，我们重点应该关注 K 线的高点和低点啊这两个概念。高点和低点呢分别是指在这个时间段之内的什么呀上方压力和下方支撑。那收盘价呢其实代表了多空双方强势一方的什么呀利益诉求啊。你清楚这些以后呢，其实对于 K 线呢基本上应该有所掌握了啊，应该有所掌握了。也就是说我们不必要把更多的精力呢去放到研究 K 线的各种图谱各种组合啊，就像背英语单词一样，把 K 线好像要所有的组合都把它去记住。其实这一点呢你会浪费太多的精力，你只要清楚 K 线它所真正给你表达的意义就可以了。成交量又是什么呢，成交量往往呢是相对应的 K 线来说的。也就是说呢在 K 线反映的是一个时间段之内价格变化多空双方能量博弈的一个情况，而成交量恰恰是指在这个时间段之内
有多少资金、多少人参与了这种能量的博弈过程啊。也就是说它是对于某一个时间段之内的一个什么呢，成交数量的统计。参与的人多说明市场的分歧越大，参与的人少说明市场的分歧相对下降。那成交量呢，其实反映的呢就是市场参与人数、参与资金的一个情况。那往往呢我们会在行情阶段性的底部或者是顶部发现有成交量放大的迹象，而在行情持续的上涨和持续的下跌过程当中呢，往往成交量是怎样的，是萎缩的啊，是萎缩的。所以说呢，这也是成交量和价格之间的一种什么呢，形态关系啊，成交量和价格之间的一种形态关系。持仓量是什么呢？持仓量是指我们在期货交易过程当中持有的期货合约啊，你开仓之后含未平仓的一个什么呢，市场的总体的数量。也就是说呢，如果说某一个品种它现在持仓量有100万手，那意味着什么呢，50万手是多头，50万手是什么呢，是空头。也就是说呢，在市场当中呢，我们把多空双方，也就是看涨的人和看跌的人，这两拨人呢，如果我们以数字来区别的话呢，如果持仓量是100万手的话啊，那也就是看多的我们有50万手，看空的有50万手，那加起来正好是100万手啊。这个呢我们说持仓量呢在商品期货里面呢都是双向统计的啊，都是双向统计的，一定你把持仓的总量除以二就是我们的什么呀，单向的持有的期货合约的数量啊。那这个期货合约持有的数量，我们还可以换一种啊更加形象直观的一种认识，我们不要把它看作期货合约。我记得我在前面的这个脉冲交易的这个课程里面呢讲过，我们可以把这些期货的合约看作是人头啊，比如说50万个人对的另外的50万个人啊，当市场当中分歧大的时候呢，持仓量对应的人数就会怎样呢，大幅上升。那这个时候其实也预示着市场孕育着什么呀，机会啊，孕育的机会。而当持仓量开始下降的时候，行情朝着某一个方向，价格朝着某一个方向运行的时候，其实直接给我们的一个结论性的判断是什么呢，一方赚钱在出局，另外一方亏钱在怎样呢，在出局。你想一想，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不是就是我们脉冲行情往往爆发的那个过程啊。也就是说当多空双方持仓量在某一个价格节点上开始磕上的时候，持仓量开始上升的时候，能量聚集起来了。当多空双方的胜负已经出来的时候，价格朝一个方向运行的时候，某一方认亏出局，某一方获利，另外一方呢获利出局，这个时候呢持仓量就会下降了。价格其实这个时候是朝着一个方向运行的，那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我们在进行趋势性操作呢最安全的时候。所以说持仓量带给我们的持仓量的变化呢，带给了我们很多重要的参考作用啊。投机度又是什么呢啊，投机度呢其实是指比如说今天这个商品的投机度啊，其实是指目前今天这个商品的成交量的总量啊，和这个商品合约的什么呀，持仓量的一个比值啊。比如说投机度是2倍啊，投机度是2倍，那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今天这个商品成交了100万手，它的持仓是50万手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成交量啊是我们持仓量的什么呀，2倍，那就表示出了投机度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呢，成交量除以持仓量的一个比值啊。那对于我们做这种脉冲交易啊，尤其是对于我们做短线交易，一个品种的投机度
其实就反映了这个品种的活跃情况，那这个品种呢市场当中资金的周转情况。那投机度相对来说越高的品种啊，我们在里面呢去进行脉冲交易的机会呢往往也就越多啊，而且呢价格波动的空间呢往往也就怎样呢越大啊。所以说呢投机度这个指标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尤其是在我们做脉冲交易的。那我给出大家的一个建议呢，当一个商品的投机度低于 1.5 的时候，这个品种其实不太适合我们去做什么呢脉冲交易。好了，我们需要准备的四块内容呢，最后一块呢就是我们的心理啊。心理这块呢，这个每个人呢，每个老师呢在讲课的时候呢都会谈到交易心理这块内容，但是呢往往交易心理呢其实恰恰是最难讲的啊，恰恰是最难讲的。因为呢心理是你内在的东西啊，是你内心的东西，别人呢不一定能看透啊。那即使看透能不能影响到你啊，这也是一个未知。所以说呢心理的调节呢其实是在整个我们的训练过程当中呢最难的一块儿啊，最难的一块儿。那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在你学习前啊，你应该具备一个什么样子的心理。那学习呢首先呢是有成本，我说的这个成本啊不是您购买我们的课程花了几十元几百元的这个成本，学习呢是要付出精力时间甚至是付出代价的。我们说很多人呢其实喜欢期货啊，喜欢期货投资啊，喜欢期货这个行业。我们有的同学呢其实做期货呢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啊，可能已经一年两年甚至是三年五年，也许呢更长一些。在这很长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付出了首先精力还有呢时间是必须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许我们也交了很多很多，在给市场呢交了很多很多的学费啊。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期望是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每一次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内心呢都备受煎熬啊，都备受煎熬。那同样您在这次的学习和训练过程当中呢也是要付出精力和时间，并且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还会付出什么呢真金白银的实战成本啊。你没有这个过程是无法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目标的啊，所期望的目标的。那学习的目的呢要明确，这一点呢我在说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心里都在想，目标我们当然很清楚，做期货就是要赚钱，不赚钱付出那么多又为了什么呢？其实呢我们想通过期货呢稳定赚钱啊，想通过期货呢通过交易为生啊，这个呢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仔细的去品味一下，通过期货赚钱和通过交易为生这两个目标看似是一样的，但是其实呢我们的诉求呢并不是最直接的啊，也就是并不是完全相同的。通过期货赚钱一次是赚钱，两次也是赚钱，当赚够你足够的钱啊，其实你离开期货市场就可以了。但是要以交易为生的话，那你这辈子都要整个啊沉在我们这个市场里头了。那你的整个的交易策略，你整个在市场当中的期望值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如果长时间的要在这个市场里面的话，我们的内心应该更平静一些啊，应该更平静一些，对于市场呢应该
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了解。那学习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目的同样，我相信呢，你想掌握一门技能啊，掌握一门技能投入这么大的精力，多数人其实并不仅仅把我们的目标放在期货市场上赚钱这么简单，尤其是赚一次钱两次钱，其实谁没赚过呢？关键还是想在这个行业里面以交易为生，能实现一个什么呢？稳定赚钱，持久赚钱，是吧？那既然有这样一个目标的话，好了，我们去想，在我们的阶段性目标里面，尤其是训练开始以后，阶段性目标里面和我们的这个长期目标并不一定是始终一致的。比如说在前期开始的时候，训练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止损性的训练，那这个止损性的训练里头呢，甚至是要求你怎样呢，把你的亏损，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呢，我们是不要求你的盈利的啊，只要求你控制你的亏损，可能你一天下来以后呢，会稳定的亏啊，会持续的亏啊，连续几天都是在稳定持续的亏钱。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啊，和我们以后要实现一个稳定持续的盈利是并不冲突的，但是阶段性的目标呢，我们应该清晰啊，我们每一个阶段呢都是有一个小目标的，在这个时候呢，你面对这个阶段性的目标，你要认真的完成和做到，这其实才是朝着我们最终的目标呢去前进的。我说这个呢，主要还是提醒有一些性格急的同学啊，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阶段性目标你坚持不下来，这是我的担心啊。好了，最后呢，你还要有接受痛苦的准备啊，接受痛苦的准备。当离你的长期目标有了阶段性的一些过程的时候，在这个里边有很多你的交易思想，你的交易行为啊，你的思想的变化，对你行为的控制啊，市场对你反复的那种蹂躏啊，我们对于人性的这种深层次的一些什么呢，人性弱点的一些控制啊，其实都会让我们有百般的痛苦啊。其实这一点呢，我相信呢，做期货的人呢，我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啊，只不过是怎样呢，我们过去的痛苦呢，你是在选择的时候选择了结果性的痛苦，而现在呢，你在进行期货训练的时候呢，我们帮助你进行什么呢，行为过程上的痛苦啊。当你有了行为和过程上的这种痛苦的经历过程啊，那你的结果上呢，可能就会变来喜悦的收获啊。那这也就是说呢，你要有接受痛苦的准备啊，我们换了一个环节让你来感受痛苦。